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的。感觉应该是这样，很 hip hop。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他长得是这个样子。如果 boy story 是个人一个人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，很 hip hop。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他就长得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部分这一块，因为跳舞会经常用到这个部分，我就会比较擅长。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人的话，那我就必须是这个部分，真的非常的灵活这块。如果我是 boy story 这个人身体中的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脸，因为伙伴们都说我主要是形象。我是这个人的心脏，然后因为我可以真心的照顾大家，然后真心的努力练习，就是对待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心的。如果你问我是他身体的哪一个部分，我希望我是他的腿，因为我想用我的实力来支撑起这个团队。
特别可爱。我觉得我在这个形象里是胳膊，因为我要保护弟弟们，他们都比我小，他们都需要保护，我是最大的，我还是最高的，而且我这样我刚好可以这样子保护着弟弟们，所以说以后弟弟的安全就交给我了。